层层见喜。魏龙豪、吴兆南合说。有几位啊爱好听相声的朋友跟我们打听啊，说这个说相声难不难呢？是啊，我也正想向您请教啊。其实不难哦，只要把这个嘴皮子练熟了啊，哎就行了。那这嘴皮子怎么练呢？那练呢，那就先练这个说绕口令。绕口令？哎，就是把几个绕嘴的这个字儿啊连成一个小段故事，翻来覆去的说，不能说乱了呢，可也别说错了。哦，那这并不难嘛。也不然呢、有时候呢说溜了嘴就会闹出笑话来了。会这样吗？您可别把它看太简单了啊。哦，哎，这么着，那您能不能说俩，我跟您啊学学。可以啊、咱们先说个简单的。对，您先让我试试。好，您听着啊。哎，说一棵树上七样果，苹果、桃、石榴、柿子、李子、栗子、梨。你说说呀。说什么呀？哎，没听见呢。我听见了。那你说呀。我就这几样果子，这叫绕口令啊，这叫啊。你再说一遍。哦，还是没听明白。您说。哎，听着啊。哎，说一棵树上七样果，苹果、桃、石榴、柿子、李子、栗子、梨，听见了吗？哎，这简单。哎，您说。说这个一棵树上啊结了七样果子，有苹果，有桃，有石榴，有柿子。行了，您这是讲课呢，慢条斯理的。不，那应该怎么说呢？绕口令要快呀。哦，快呀。哎，那您听着。哎，一棵树上七样果，苹果、桃、大香蕉。香蕉干嘛呀？那什么来着？石榴。哦，石榴、柿子、西瓜皮。西瓜皮也来了。那是石榴、柿子、李子、栗子、梨。哦，苹果、桃、石榴、柿子、李子、栗子、梨。哎，您再听这个。好，来吧。说四个孩子摘柿子，一个孩子摘了四个柿子，一个孩子摘了十四个柿子，一个孩子摘了四十个柿子，一个孩子摘了四十四个柿子。哦，这是摘柿子。对。哎呀，您再说一遍啊！我没听清楚，您再来一遍。好，这回您听明白了、啊。哎，好好。说四个孩子摘柿子，一个孩子摘了四个柿子，一个孩子摘了十四个柿子，一个孩子摘了四十个柿子，一个孩子摘了四十四个柿子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这很简单。您简单，您说是啊。这个就是拿这个四柿十子这几个字来绕的人。哎，对不对？您说吧。哎，从少数了往多了加。对，一句比一句难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啊，这里头啊它主要的你还说不说呀？好，听着啊。说四个孩子吃柿子。不，四个孩子吃柿子，说四个孩子吃柿子，哎，一个孩子吃了四个柿子，一个孩子吃了十四个柿子，一个孩子吃了四十个柿子，一个孩子吃了四十四个柿子。哦，怎么全给吃了？他摘下来要不吃，你摘他干什么呢？你、哎、对对啊，反正个吃跟摘这俩字并不重要啊。好，算你说上来了。好，您再听这个，你说吧。说墙上挂面鼓，鼓上画老虎，老虎抓破了鼓，买块布来补，不知道是不补鼓还是不补虎。哎，这好说。说呀。说墙上挂面鼓，马鼓啊。不，墙上挂老虎。什么呀？啊，那个不，墙上挂老虎像话吗？是你说的。是我说的。啊，是这个，墙上挂面鼓，鼓上画老虎，老虎抓破了鼓。还他你这玩意儿不讲理啊？怎么不讲理、这画的老虎怎么会把鼓给抓破了呢？嗨，这说绕口令没法讲理，你说不说吧？说，说墙上画面鼓，鼓上画老虎，老虎抓破了鼓，买块布来补，不知道是不补补。干嘛？你是出虚功呢？你这是还是不补虎？哎呦嘿嘿，你听这个，哎，出前门往南六，遇见六叔跟六舅，好六叔好六舅，借给我六斗六升好绿豆。等到了秋收了豆，再还六叔六舅六斗六升好绿豆。您说这个吧。这好说。好说。说出南门往南啊，说出南门往南六、遇见六叔跟六舅。哎，这哥俩约好了的。你管得着吗你啊？出南门往南六，遇见六叔跟六舅，好六叔好六舅带我去看牛肉秀啊。让好六叔好六舅借给我六升六斗好绿豆，到了秋收六豆，再请六叔六舅去看穿帮秀啊。
你跟这个这跳脱衣舞的扎上了。再还六叔六舅六斗六声好绿豆。哎呀呵，这费劲呐！哎呦，就这绕口令，你唬谁呀、啊、你？啊，你听这个试试啊。好。说胡家养了165头猪，卢家养了156头猪。胡家的老胡糊了一桶有麸子有糠子面的面糊涂，为他那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。卢家的老卢糊了一桶又脆又烂的红心红瓤红胡萝卜，去为他那又高又粗666斤重的大老飞公猪。二人一块去喂猪，也不知胡家老胡喂的那头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，吃了卢家老卢糊的那桶又脆又烂的红心红瓤红胡萝卜，还是卢家老卢喂的那头又高又粗666斤重的大老飞公猪，吃了胡家老胡糊的那桶有麸子有糠子面的面糊涂？你说这个？哎呦我的耶稣上帝啊！这还算是简单的呢。啊啊啊！啊哦，电话呀！哎，您等会儿我接个电话。哎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啊啊！你找哲接电话溜啊！我是 你先说这个，把这说了啊！好好好，你听着啊，说说胡家养了165头猪，对，卢家养了156头猪，哎，胡家的老胡糊了一桶有麸子有糠子面的面糊涂，对，还有什么来着？嗨，喂他那又肥又哦，喂他那又肥又大。多少斤来着？555斤。哎，这你称过了吗？准555斤吗？这个、啊、一两都不差。好，喂他那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。啊，卢家的老卢那糊了一桶又脆又烂的红心红瓤的红胡萝卜，去喂他那又肥又大又高又粗。啊，又高又粗，又高又粗，多少斤来着？嗨，666斤。哦，666斤，那个值555斤。嘿，你瞧这份矫情的。这你废什么话呀？哎呀，660斤6斤的大老肥公猪，哎，二人一块去喂猪、嗯，也不知道是红胡萝卜吃了555斤重的老母猪 啊，还是666斤的大老肥公猪吃了老胡跟老卢啊，猪吃人呐，算说上来吧。哎呀，这玩意儿不容易呀、啊，这个胡萝卜能吃猪、啊。哎呀，这是你是故意整我，你是。好，那么再说个简单的，您试试怎么样？怎么个简单法？咱们说个数目字儿、哦、啊，就这个数这个数，数数的啊啊，数目字儿简单。说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就这10个字儿啊啊！那怎么个说法呢？啊，你听着啊。好，说一，一是个一，一二二一还是个一，一二三三二一，二一还是个一，一二三四四三二一是三二一，二一还是个一，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三二一，二一还是个一，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三二一，二一还是个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六五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，二一还是个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六五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三二一，二一还是个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八七六五。五四三二一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六五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，二一还是个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是八七六，五四三二一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三二一，二一还是个一。这就是数吗？这个是啊，这容易。哎，你说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这算什么呀？这个哦，你说的就这么容易啊？你得按我那么说。那你是怎么说的？从一起慢慢的往上加呀，加上去再倒回来呀，从一加到十，再从十倒回来。哦，数目字慢慢的往上加。对了，这叫层层渐起，步步高升。好，听我的，说说一，一是个一，一二二一还是个一，一二三三二一，一二三三二一，一二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这庆祝自由日啊！啊，好，您往下数，往下数。一二三三二一，一一一一。一一
一棵树上七样果，是苹果、桃儿、柿子、李子、栗子、梨。嗨，该一二三四了。一二三四，四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二一还是个一，一二三四，四四四个孩子摘柿子。嗨，一二三四五了。一二三四五是墙上挂面鼓。哎呦，六啊，那六好料树上好料酒。哎，五六啊，卢家养了156头猪。哎呦，六五啊，胡家养了156头猪。嗨，什么五啊？五啊，五啊，五五二十五啊，你是250，长得像块烤白薯。你爸爸是我老岳父呢，你妈是我老岳母，你哥哥是个王老虎，你姐姐是个母老虎，你妹妹今年25啊，我们俩一块儿成跳舞。哎呦，这是串绕口令呢。我是在给你们家背家谱。去你的吧。